键呢、啊？你可以加吗？按右键吧。你可以加吗？进帐篷，进帐篷，补血。进了，进了，进了。补血，补血，补血。哎、欸，我先开旁边那摊怪。可以。我开旁边那摊怪，你们觉得如何？在这摸右下角那个有个好。等一下，我要补血啦。没血了。啊！战装被炸断了。我的圣锁断了。哇，这看起来很棒啊！我来吧，我来吧。啊，你来啊。放我。圣手断了，我们混沌也要爆啦！我跟你讲，我们最后是输在我没有在做事啊。不是，我可以飞回去解混沌啊，我有传送卷轴啊。啊，没有用，我们不会回去啊，靠边，你又打不赢。我可以单挑那个一等的怪啊。我往哪走？我往哪走？你就回专注好了。啊，不然开左边那只怪吧，看看他几等。四等呢？四等啊？不要啊！不要，我们只能开那个圣锁啊。好，那就开圣锁。好，开厕所，开厕所。我们除开厕所，不能做任何事啊！开厕所。好，开。我就要看他到底有多厉害。哦，先打。怎么办？我觉得邪恶仆人可能要先杀，反正你会穿甲。可以啊，我会跟你杀邪恶仆。那我打中间吗？你就打。可是我们两个杀不掉一只哎。你要逼他才行。他打那个更不会扣血，请不要逼他。我可以啊，我用专注去射。他不是有穿甲剑吗？我有穿甲剑。那只能补一下而已。哈！差点要戳死他。戳不死啊，戳死三。哎、欸，好像还好，我们打死一只就来打祭司吧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就没有很难哦。好像还好、欸。我是不知道刚刚那个路边那个，我是不知道刚刚那路边那个怎么会这么变态。不是那个有 A O， 那个有 A O E 也太强了吧？那个也太夸张了吧？谁敢打、啊？哎呦，降龙！哎、欸，我专注没了啦！哎、欸，你把旁边那只射死吧。好。喂、欸，要帮他奶吗？要。除非你想让他死。奶一下吧。还好我闪过，用力闪，用力闪！你29%闪避率一直中也是没办法、啊，真的，这可以秒吧？在跟我开玩笑啊，没有用，可以秒吗？这是可以秒，啊、秒他，秒他！一人怼他一下就死了，他又打你哎、欸！那个法师一直吸你哎、欸，那法师就想杀你。我要是帮你们射吗？要，我打不死他。哎、欸，你也是破甲的啊？那么我就要闪耀两个，72%而已。好，怼法师，剩这个，我会吸他，不要怕。哎、欸，他这个法师对黑人有怨念哎、欸，他打最黑的那个、欸。嘲讽他，这真的太夸张了，这个人。差到你模仿有久哎、欸，你这个不嘲讽不行啊。好，你说到了。哎、欸，他们说敌人会讲，会打那个护甲比较低。哦，曹操被打了，我看起来还好。曹凤到底是群体还是单体啊？对不对？我打不穿他、啊。你、欸、看我按错键，我算了，没差。哎呦，曹凤真的是群体哦，那不然我开场第一回一定要按曹凤。刚没有指定，因为他只有一只啊，当然不用指定。我以后瞬间超越，才正确的。你这什么东西啊？次元超越啊，可以帮你拉条。哦。三兔有没有看过？好像还顶得住。我应该可以挨他一下，如果他没有暴击。没有了，他快打我、啊，我操他。哦。我制裁他。好。今天打这个法师是完全没有用的。不是他的抵抗力就太高了，他六法、欸。干他拿我叫15哎、欸，我操！行，戳死他！太死了，碎啦！也还行吧。啊、不对呀、啊，我的圣锁已经爆开了，我升级了、欸。哇，这个才是我的武器。通过。
我的我的，哇，反正是他，哇，他四个免疫啊，我变帅了，你的头都变这样，我变酷了，直接往右下一格啊，有一个那个可以摸完，那女的，快快快，哎，我可以飞回去帮你们解一个那个诅咒，安安，安安安啊，博斯，该玩那个，对吧？干放我鸽子，操，妈，我来放你鸽子，干你这边我就不在哦。不说了，不说了啊！等一下，我就用樵夫 carry 你，我告诉你。真的吗？你们昨天不是有一个不会嘲讽的樵夫吗？没有，他不是樵夫，他是铁匠。铁匠。啊，我刚才要研究这个铁匠。哎、欸，你们要继续练等吗？我可以开上面那只萨满。我们要怎么玩才练得到等级啊？这里的怪他妈超扯！你有看到那个佩里德旁边是个独眼巨人婴儿吗？你有看到吗？哎、欸，我飞回去降混沌了吧，不然混沌太高了。你可不可以回去啊？你要不要开个门带大家回去啊？我会开门吗？你会传送门离开一起？对啊，先开门。门户卷轴，这个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就然后选一个选个区域嘛。哦有有有有，哇，大法师，哦、是你大法师开门了。然后我的大法师，大法师，开心。好，快回来，快回来。兄弟们，快回来啊！进门，进入。我们可以打那个看起来很废的蜜蜂，还有大灰狼。说哪一个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上面那个山洞急诊。你说很废的说哪一个？左下角一只蜜蜂啊。它看起来会连到吗？我们要先。叉烧，你要不要先回家补血啊？不要。想好快回来哦！可以，跟朋友你可以跟自己玩，跟控三只，很好玩。对啊，一个人也可以玩啊。嗯，好好玩。想好为什么只能走三步啊？骰子小，速度升。刚才不是啊，他只有三个骰子哎、欸，我也只有四个骰子哎、欸。下雨刚刚被打破，然后就不升。因为你们神殿又被炸穿啦、啊。你可以跑上去先踩问号啊，反正我要去补。哎、欸，怎么看这个矿山几等啊？哦，这个已经打通了。是啊，我们可以再继续练。左边那只狼是吗？哎、欸，我们可以再继续练一次吗？对啊，我们要去打左边那只狼。哎、欸，狼不见了。前面有个问号。我等等直接飞到下一个城镇去吧，如何？你还要不要开门卷走啊？我再开一个门过去。能量提升。哎、欸，我可以单杀这个家伙吧？这好像不强哎、欸。哪一个？那个旁边那个兽人啊。哎、欸，一个卷轴54块哎、欸！你就跟你讲不要乱按哦，就很贵哦。不是，是门户卷轴哎、欸，没有传送卷轴啊。那个原本18块、欸，你涨三倍了。要买吗？买了，我们可以直接飞到下一个城镇哎、欸。你先去怼左边那只哦。我去单杀他啊、哦。你可以吗？先看一下，知道。你不行就等我们到啊。我过去看看，我应该是可以吧。看一下短哎。他起的。我好像会喷很多血，不要好了。他几等？他零等啊。哦，你可以等我们靠近了。我们来吧。重新专注。哎、欸，去下面这个是不是就可以开船啊？那个人生可以。你再睡个觉吧，睡觉有变贵吗？睡觉买火焰书哦，14块啊，超贵。睡觉也涨了、哦，哎、欸，你帮我看一下火焰书卖多少钱？哎、欸，它不见了啦！欸、不见了也太扯了吧？会跑到别的地方吗？在哪里？我们是炸定了、欸，哎、哦、，JJ。哎、欸，我们只能去打杀人蜂了啦。杀人蜂在哪？右下角，我开杀人蜂、哦。右下角，哎、欸，杀人蜂也不见了。杀人蜂也不见了。炸裂了，惨了！
经没有那种怪了，怪也不见了。快找东西打！哎、欸，聊天室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？哎、欸，等下又长出来一个东西了。有没有人进山洞啊？哦，不是，那是谁谁有看错？没有，我们应该去租船啊，这里去租船吧，租个船看看，多少钱？船要90块。都买不起，我有90块啊，你要吗？你丢给我们买看，帮我看我们快速。太远了，有点远，我等下走过去给你。我们快输了，来就来试试看这件事情。来，我过来买。哦，很满啊，要输了，没关系，快试，我们是输定了啦。但我们要试一下了、欸。我们可以把混沌纪念碑给击败啊，就在上面而已。没有用啊，我们再也玩不了了，因为我们就很慢了。降完混沌，我们再飞去下个城吧。他们说船上很强哎。我们可以先去读尖塔，可以。哎，混沌雕像只要力量就可以把它怼爆了、欸。你要不要走过去把它怼爆？我买船。船到底是什么？你先看看嘛，我想知道是什么。他说会遇到海怪、欸，我买了、喔，买了、啊，哦，所以我们真的有艘船。哎，叉烧去把上面那个神殿给怼了吧。走啊，去怼他。你要用专注多走一走、啊。有这么急着怼他吗？怼了，不就降下来了吗？故意混沌等我那我要上船了，再见了兄弟们。你们偷开啊，我操。你们偷开船就走了、欸、我的王国都要炸飞了，怪可以打啊，怎么办啊？就等在那边等我们啊，我自己玩这个跑下去、啊、我就跟你讲这局是输定了，不要怕，还有救啊，绝对没救啊。把混沌解一解，我飞到下一个城镇去了。兄弟们，我走了。看我全部 all in 了，可以。等等，混沌降下来了。还好吧，我们有3天可以动哎、欸。上船吗？上船吧，上船吧。我要插一个，像我们去佩里德旁边怪这么强，怎么打？我上船了，啊！等我，我看出什么是海怪吗？哎、欸，他写搬运派队跟离开、欸，哎，这个，嗯，我应该是要按离开吧。快上船哦，5格有，来上船，来开船、欸、不行啊，我还没上去，等我。可以他可以写进来，你来他可以把人吸进来不是吗？然后说船可以把全部人直接吸进去。对啊，走吧，开船这样吗？我真的吸进来了，这样哦，强风哦，可以多移动3格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们下去杀个蝙蝠好不好？我们应该先看看绕一绕会绕到哪里。我们可以绕到其他城镇。哎、欸，去城镇解任务降那个吧。我往哪走？往下走啊，先沿着墙看看会看到什么。我这里可以靠，这个靠岸的意思是不是？那我下船喽。好、啊，来。过去，停船，去解任务。去哪？去那个树妖灯笼那里吗？对啊。走。这个不很可怕、啊，看起来是一个安全的城镇哎。哦，你在甩什么？哎，我开这个、哦，揍他！打了，3等，3等而已，可以。还好啊，我们4等哎。对啊。
没有说。哪怕你们这些垃圾。我就先喊个嘲讽了，这怪痛痛。你看看是不是群嘲啊？我想测试这件事情。我直接说他。好。好。我。你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他你把他捅群嘲应该还行。嘲讽。哦，看来是群嘲啊，因为他没有特定效果。一个打我。对对对对，好猛哦！所以走进来就要先按群草哎，好猛哦！防装全部都送给你了，挑战入口哎！哇，剩两滴哎，谁攻击比较废的，收他！这传说中的肥宅，感谢半个月。哎，只有一回合啊！他怎么他就不理了？只有一回合是不是？对啊，就一回合。所以我的速度太低的话就控不住。那我不就从头到尾都只能按嘲讽，我就很有趣，干很有趣。我什么时候不用做啊？我才在嘲讽啊。你看他们两个动超快，动完之后我等下就要再嘲讽。好像是他们的速度太快了吧？那我就再嘲讽一次。哎，你打上面的，你打上面的。傻小。我干！我收他，我收他。没事啊，你很坦啊。所以你也要乘速度，是不是？不能太慢了。他速度已经60了。为什么我那个补血的技能不见了？好的，你好好打，你不用补了。好，三块。杀死他。算了。坐好。你现在这么坦。啊！82%，我们的 DPS 是不是在混分啊？还是打不到啊？那我就只能一战嘲讽啊！我怕他咬别人啊！哈！其实你刚刚捅他就好了。嘲讽还没失败过哎！我从头到尾只射到一开始的那一发。可是如果有眼镜，比较好，浪费哦，浪费哦。哎、欸，射到了，他那个八倍里奇很猛哎、欸，直接 A 我们。哎、欸，那个叉烧，你的头盔是什么啊？我的头盔，我奶仔先赶快收着啊，别看了、啊，是人参。吃一吃，那个给我，这给我，快升级。好，给你，快升级。叉烧要不要换药草头盔啊？你这样去挖草吧。给我头盔啊！那我没拿到头盔啊，你就给我吗？没给我啊？没有，你太远了、哦。欸、我有农活帽，给。哎、欸，不对，帽子不在我这。我给叉烧，给叉烧。出来采药草呗。哇，我这个很慢呢、欸。好、哦、的，可以啊。六步哎、欸。去那个村庄接任务吧。我要留格数啊，不然他不会不知道东西。又变三了。啊，又三个了。哎、欸，还好。又可以解决一个。旁边来摧毁他，打破他。要力量吗？看一下是什么啊？你怎么上传了、欸這個？这个很戳哎、欸！你怎么上传了，兄弟？戳啊！下船，下船！来不及了！你会跳死哎、欸！可以看。要力量啦！我去城里喽。你先摸旁边那个啦，那个是什么？你先看一下。那个要力量啊！一定是力量吗？可我觉得你要靠他、欸。哦、啊！我靠！遇到怪物了！这不是 AOE 吗？快补血！不可！我操！他很强啊！你在干嘛？怎么会遇到他？你在干嘛？我只能砍他，我操不也没用啊！快砍死他！没事没事，跟他拼了！我要补血，我要 AOE 啊！我要躲掉了！没中，一直 AOE， 我要超可怕的、哦！我冲击他！哈！可以。补血帽子在我这，帽子就是要补血的吗？已经没有补品了啦！我不能接受失败，所以我一定要设专注。啊别！哇、哦，漂亮！没事没事，还活着。怼他！漂亮，这个好像没有钱的，这个啥都没有。
怎么收都没有？哎、欸，有任务哎、欸，减少混沌了，快接啦！接了，我在这，干你老师，没血了，怎么？干你老师！等一下啦，我没血了啦。我先走进去，我卡住不够啊！啊！我要死了！哎、欸，你先走左边那个，左边那个。我这走不到啊！走你只一步、啊。哇！天哪！强盗国王醒来，干你啊，强盗国王！能看我了吗？好气啊！往旁边走。啊！别气怕真的太难了。挂我回血！哎、欸，开帐篷吧，不然你要死了啦！没有挂我回扣血，会回血啊！你要先回再扣啊！他一次要扣几滴啊？滴，五滴啊！要不要原地挂着？哎、欸，睡一觉要30块啦！不是已经睡了？你有没有给钱啊？有没有给钱啊？我没钱，我给不到你。30块，我要死在这里了。不会啊，你要回三，你回个2滴。应该你扣两滴，我可以吃啊，你先吃好啊。好、哦，还好，扣1滴。交给我了，快把他怼了。我的，打爆他。33趴而已，干你老师。哈哈哈哈哈！耶！过了。哈哈哈哈！是，你知道我们要走两，还要走2波怪兽。我怎么还呢、啊？哎、欸，盖帐篷啊，受不了了啦！帐篷快盖帐篷啊！盖了，盖了，不行啊！怪不见了，怪不见了！我、哦、快我去！我在哪？我在哪？在我旁边盖，在我旁边盖。我走不过去啊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可以控制的、欸。堵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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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盖堵了，堵了，两个。盖帐篷，盖帐篷，盖帐篷，往前，往前，然后盖帐篷，往前一步，然后盖帐篷，快快，赶快！哎、欸，这样我不就补不到了吗？反正你补不到就算了。我补不到，我就飞过去了。你是不是已经不能放补血技能？我没有那个草啦、啊。我是可以潜过去帮你放啊。我没有草。你潜过来吧，你潜过来吧。我潜过去，啊，你潜看看。我那潜失败，你会直接死啊！先看一下几率，看一下真的潜。可以啊，80就98，80去啊，去啊，80啊 ，Go！ 没那么帅啦，怎么可能会失败？盖帐篷，盖帐篷。哎、欸、哎，啊没有格数，你帐篷给我，你帐篷给我。好，我给你。OK。我看一下市场如何。哎、欸，胡须一个60块，哎，对啊，他这有卖180块的书，很强哎、欸，不要再看了，已经没有救了，我们解不掉这个混沌，我们马上就要回家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赶快，先解混沌啊，慢慢来，先睡一个，先睡一波，赶快睡一波。多回一点血啊！睡觉。你回很快哎、欸，你有那个圣所回血啊？我要睡一个。哎、欸，是不是要把强盗国王给杀了才会降那个降价格啊？是，我们先解混沌，先不要管价钱了。也是哈。我们一定要被干死了。开了吗？你们那个血？开呀、啊。好，开啊、哦。一等而已，怕什么？他们来四等而已，怕什么？怼他，我伏击他，45%，来，再高一点，很好，哇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，漂亮。那怎么他先动？啊，为什么还三只？那怎么他先动？我先动啊。哦，有一只贴着你。嗯，我看看啊，先，你们要怎么打？我打了2边的都不会扣血，我们先把混沌勇士给杀了吧。好、啊、好、啊、好、啊，反正我就喊嘲讽嘛，我还能干嘛？也是哈，哎呀，哈，哎呀，哦，哦，
很惨哦。射死他！射死他！我收！我收！我收！我刚好收掉他。哎、欸！哎、欸！哇！你这个我只能补刀啦。还是补刀啊，比较实在一点。反正他是 AOE 啊。哦！是无敌哦！什么情况啊？什么东西啊？我一定得补啊，不然他会多打多打我们一下，那太痛了。啊！八十八没过，出大事了！哇、啊！呼呼！八十八没过，我要射他吗？射啊射啊射啊！射他！哇！人生太绝望。我可以按逃跑哎、欸，不行的，你逃跑，我不要再想逃跑了，真真，我们要一起面对他，可不可以、啊？我打中间这个，好，啊，我知道了，我们应该要买武器的，我应该早点过来买武器的。啊！头会爆了，天头会爆下来，不知道跑走也会输啊，根本没有杀。杀左边那只、欸，你们不是破甲吗？我可以破甲吗？我可以破甲，我可以破甲。不要跟我说这个。其实你们无视护甲好像很强哎、欸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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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太完美了，无视护甲很强啊！你看他十护甲哎、欸，很强哎、欸。是，这个情况是我现在开嘲讽也不会改变任何事情，因为他打我是两拳我就死。我不知道是他小啊，我没有灭团，哎、欸，我没办法，我没有专注了。你射另外那只吧，这个叉叉一刀就把他砍死了。交给我了，各位，戳死他！好的，好的，狙击！哎，为什么他80%都甩不过啊？我操嘞！直接把翔龙供歪了。他一步一步把我们剁死了，他一棒一棒的把我们敲死了。我居然活着，我有圣锁。哦，圣锁很强。哦，要不是我圣锁爆了，我就可以活了。根本抽不到啊！他是不是扣我很多能力啊？为什么我根本抽不到？对啊，你现在那个，我完全像个低能哎。我刚刚现在如果中了，我现在开专注把他怼死了。但我刚刚现在没中，我现在就要被怼死了。闪一波！啊！所以我们刚刚应该直接搭船来这里，是这样吗？可是我们可以走过来啊，就在隔壁而已。其实这个那边有另外一个城镇啊，叫火鱼树的。好啊，我们可以买，我可以换成樵夫，你不要怕。可以买角色哦。可以啊，你现在也可以买啊，樵夫。我买了，他说什么角色猛？什么角色猛？贵的猛啊！废话，贵的猛，我要卖一万，贵的猛，草药医生。哎、欸，我现在还要买什么？我可以买别的，我要买什么？是我抢，烟斗史密斯吗？我就草药医生，就钱好多，钱好多。对，就是草药医生，就是那种。我下面可以买东西，我要买什么？那两块钱，24块。啊、下面那些什么东西啊？我这把剑也太强了吧！对啊，下面这什么紫色？这什么鬼东西？我要玩樵夫，我还买药师干嘛、啊？夜市，夜市是什么？夜市这个吗？夜市的，这个夜市。满了满了。好，大家说夜市好，买夜市买夜市。还有嘞还有嘞。夜市是啥鬼？嘉年华。很多人推夜市，我就买夜市啊。遭遇战可以买，蛮推荐的。嘉年华也很推哦，黑暗嘉年华吗？你们是不是要跟博之玩啊？我真的要去团练了。哦，我来录取这个下一个队友。博之之之吗？我去找他。博之之之。哎、欸，他这样就有这个樵夫加草药医生。